错。原来哭有时，笑有时。过去我们所经历的困难，更让我们看到现实，学会保留有时，放手有时。我们选择相信你那美好不变的应许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在永福教会各个小肢体，让我们成为有价值及祝福他人的人。我们华语堂要成立敬拜团训练，求主保守那愿意侍奉的羊来到你们面前，接受神你大大的魔术及祝福。我们的金陵关怀协会也开始透过周间的课程，让教会社区化，让老人施工成为福音的出口，使得黄昏的美景活出彩色的人生，来荣耀主的名。今日我们要透过李牧师的口传讲爱的回应，来恩膏我们的灵命。在恩典的路上，我们有你的陪伴，我们并不孤单。我们要谢谢你。我们一起来恭读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